translation time. Thank you.
小子的生日吗？老白该不会是想叫我一起给小屁孩准备什么惊喜吧？是谁在那里？
叔叔跟你爸爸一起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。是我最喜欢的现在车吗？保密，晚上切蛋糕的时候告诉你吧。Thank you.
确实喜欢一个人待在没人的地方。那是从雷诺陷入了如今的发展困境之后吗？从前老白可是个开朗直率的人呢。
想到这里还有一片小山。当初选址在这里，除了能源的产出和运转需求外，也是因为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林叔，以后你能多教教我这些吗？我也想能够出一份力。没问题。